弯曲体虚走冷酷有多高？狂笑世界谁的虚走最高？盲猜一手把你们的公屏打在答案上。计算虚走的高度，首先能想到的参考系就是顶部的五棱柱。半夜弯曲体的棱柱，动漫中露出了两次，第一次是和柱间的木人大战，第二次是绘图班对阵无影。从画面看，这两处都是仰视视角，正面仰视只能按照比例计算宽度。斑斑和柱间并排站在眼影上，他却买可可的半夜身高为179厘米，我猜你也一样。可以算出半夜头部宽度为28.45厘米，由此可算出五棱柱宽度为3.83米。只要找到半夜弯曲体正面的画面。这个画面好标准，就是缺一个角啊，就缺这一个九九，还得让这个视频流产。还好其他画面给虚走的脚来了个特写，偷过来按在小腿上。安装时尽量保证所有线条对齐，比如安好便是晴天啊，好冷。安好之后画出虚走的纵轴线，利用比例可以算出宇智波斑的完全体虚走高度为207.89米。注意没有把背后的翅膀算进去，翅膀完全展开后高度还能比这个画面更高。顺带一提，这把剑长129.33米，这把剑下去两座山头直接没了，这就是神的力量吗？卡米萨玛。斑斑和柱间在玩两人推手游戏时，按照同样的方式拼出虚走的脚，不过木人却无脚可拼。根据虚走的姿势预估出地平线的位置，可以算出木人的高度为195.30米，不过这条龙立起来肯定能更高。不知道斑爷虚走打架的时候有没有垫脚，如果有垫脚的话，那也太可爱了吧。对阵无影时，可以根据头宽算出五棱柱宽度3.8米，进一步可算出虚走高度为106.22米。注意这并不是完全体虚走，而是完全体之前的一个形态，高度只有完全体虚走轮廓的一半左右。另外可算出斑召唤的陨石内核为68.22米，这么矮肯定只是一部分内核吧，而且还不是标准的球体。佐助的虚走出现的场景最多，用同样的方法在明佐决战中算出五棱柱的宽高。从画面中可以看出佐助的轮柱空间明显更大，如果半夜里面只能装下自己和柱间的话，佐助里面应该还可以装下鸣人、佑生和小樱的吧，真是绝了。用同样的方法可以算出佐助肖班的地爆天星时，完全体虚佐轮廓高度为221.30米，终结谷决战虚佐203.57米，佐助真传707级开完全体虚佐之后，可以算出高度为225.06米，这三组求均值可得相对准确的数据，结果为216.64米，这就是佐助完全体虚佐的身高，你们猜对了吗？另外终结谷佐助吸收尾蛇查克拉之后，虚佐又从外观上又换了一种形态，这是高度为236.87米，目前最高虚佐，不愧是。卡卡西获得外挂后，他也操作起来了，同样通过五棱柱的高度算出卡丁或者是土哥的虚佐身高为183.54米，不到200米，是因为缺蓝吗？建议下次吃橘子时波波橘洛试试。到此狂笑世界的完全体基本都算完了，佑生的虚佐只开到了乌天狗盔甲形态，不是完全体，因此和其他三人没有可比性。分布则算出第三形态虚佐高度为21米，佐助第三形态虚佐画面显示不全，估计也不会太高，二形态仅有5.85米，看起来虚佐能护完全体就是质的飞跃，和中间形态的高度差了几倍。今天我们算出了狂笑世界的虚佐轮廓高度，重点研究了斑佐助和卡卡西的完全体虚佐，结果是佐助位居第一。视频最开始的问题你们都答对了吗？六道仙人的完全体没有参考系无法计算，画面中看起来比思维略高。鹰陀螺的虚佐有完全露出的轮廓，但身高位置也无法计算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佐助他知道自己的完全体虚佐目前最高吗？要不顶上去让佐助看看。忍者联军有多少人？动漫中首局说总数约为80000人，可这画面中真的能有80000人吗？能否计算出具体的人数？我很好奇。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忍者联军方阵画面。众所周知，联军分为5个部队方阵，为方便计算，首先提出2个合理假设：每个方阵总人数一致，方阵每行的人数一致，这就是5个近乎标准的队列。在此假设基础上，只需要计算一个方阵人数，这个数量的5倍就是联军的总人数。然而下面就产生了3个新的问题：视角不断移动且变化，无明显的长度参考系，画面较为模糊，无法计数。对于这种问题，首先需要挖掘隐藏参考系。仔细逐帧播放，可以看到画面中有2个相对位置固定的元素，一个是上方的巨石，可以表示右侧相对位置；一个是左侧地面的竖直线阴影，可以表示左侧的相对位置。我们选取方阵呈水平状态的画面为起始帧，可以得到中心竖直线和左侧竖直线。由于画面处于水平，左右竖直线为镜像关系，这样可以得到右侧线条。左右2根竖直线把整个方阵划分为 A、B、C 3个区域，整体视觉效果如上图所示。A 区域最下方的方阵边缘画面较为清晰，可以数出共有140行，表示 A 区域每个方阵的行数均为110。下面重点来了，我们逐帧截图抠图，做了一小段 A 区域跟随视角移动的视频，可以直观的感受到3个区域的划分界限。当 B 区域边角露出时，根据 AB 区域边缘线段的长度关系，可以求得 B 区域的行数。但此处有个最大的问题，由于此时视角斜视方阵不是水平，直接通过线段比例计算会有误差。那么怎样才能降低误差呢？画出2条等长且夹角和方阵一致的线段。3D 模式沿这一轴旋转一定角度
模拟刚才的斜俯视视角，再测两条线段此时的视觉现场，可的实际误差为0.18%。对数值进行修正后，通过比例算出 B 区域每个方阵为81行，下面就只剩下 C 区域了。继续跟着视角旋转，当 C 区域边角露出时，发现第三个方阵边缘清晰可见，可以数出 C 区域每个方阵为76行。至此，将三部分的行数加和，可以得到方阵总行数为297。最后一个任务是一行有多少人？当画面移动到Y楼胯下时，一行的人数清晰可见且视角水平。话不多说，可以通过比例算出一行人数为59人。至此，我们得到了所需的全部数据：每个方阵有297行，一行人数为59人，总人数17523人，五个方阵的总人数为87615，再加上上面的五位队长无影、两位参谋、三中害一和青、鸣人奇拉比和三神青叶、红豆的四人小队，再加上此处的三位云影忍者，再加上被玩捆绑的大河，另外奇袭部队、大明护卫队、医疗后勤部队等，由于总人数未知，且部分人员还在方阵当中，就不列入计算。最后忍者联军总人数一共为87640人，这就是最后的结论。两天前曾经发布过这个问题，你们猜对了吗？以前计算6000一起爆破时，我曾说岸本只注意到了场面的宏大与壮观，现在看他连忍者联军总数都画得如此符合设定，这个数量是他意料之中。百级超演有多少个傀儡？首先排除100个，就是画面直接数还真是100个，我的妈呀。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感谢。但是在这个画面数出了138个，再排除298，接着意思是加上小樱和千代，一共有300具收藏品。注意，这是指飞游虎、三代风影之类的艺术收藏，而不是指百级超演中的傀儡。那么百级超演有多少级？我很好奇，我也知道你们在想啥，直接数是没用的。动画中出现了3次，每一次的原理画面都没有显示全部数量，好不容易有一帧画面边缘显示完整，中间却被木叶小强们挡住了。小贡拿纸之国展示的也只是部分傀儡，直接数出来的结果是千代小樱这集刚好100个，木叶小强这集138个，纸之国这集居然只有64个。我还知道你们在想啥，数查克拉线不行吗？不行，这一集有43根，另一集就只有41根呢。其实仔细看就会发现数线根本没用，因为查克拉线随处都可见分叉。那么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有，以上所有结果求个平均数就行。那么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有，在战斗中逐个标记所有傀儡。于是我逐帧播放视频，把每一个露脸的傀儡都抠下来，没有露脸的傀儡就舍弃掉，以保证数据不会重复，顺便还能看看所有傀儡的特征分布。在连续1周多的截图抠图之后，一共抠得148张图片，代表了这次战斗中所有完整露脸的傀儡。这说明了百级超演至少有148个。我们按照头发颜色、发型、使用武器和其他特征进行归类整理，发现除了占比21%的光头之外，排名前3的发色分别为灰色、棕色和淡紫色。难道岸本喜欢灰色？应该是方便上色吧。上次我说岸本忍者联军画得如此符合设定，这次的百级超演傀儡外貌也是生动形象，除了31个光头之外，还有单马尾、小辫子、墨西干头、中间秃顶、两侧秃顶，还有快要掉光的重度秃顶，太突然了。还有圆眼、凤眼，难道这个是血轮眼？你也是五五开吗？这148具傀儡，刀叉棍剑戟样样精通，其中刀就分为普通刀、查克拉刀、带齿的刀，还有镰刀。不愧是你，画傀儡都能细节到如此程度。这就是百级超演中有露脸的全部傀儡，统计结果至少是148只。然而你以为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其实计算百级数量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数千代和小樱破坏的傀儡数量。在这方面我也做了一点点工作。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镜头十人众和小樱的战斗细节。一开局，十人众中的5号和8号用锁链干掉了17具傀儡，小樱一套体术行云流水带走11个，接着3号直接提掉了5个傀儡。哎，3号你的技能不是封印吗？头上长触手的10号也不甘示弱，没有手的他硬是踢废3个，头锤1个。难道你也是投注？最后一顿触手擦掉7个，惹不起惹不起。拿双刀的7号劈掉了6个傀儡，4号、6号、9号联合结印发动3宝吸溃，直接吸烂38个。这傀儡居然还能结印，双刀7号来个返场解决6个，小樱一拳干翻5个夺洞而出，为破解3宝吸溃。3具傀儡发动空对地智慧式袭击，小樱锤爆了1个，给足了特写的蓝眼傀儡。小樱摆起了 pose， 看着8号干掉了9个。小樱看着近卫1号带走1个，2号又带走1个。小樱生气了，他和触手10号、2到6、7号干掉了1个、2个，好多个。小樱真的生气了，给你背上就是19。小樱突然看到了3号的嘴里有个大宝贝，小樱伸手，小樱没有摸到大宝贝啊，3号把大宝贝直接扔过来了。1号抱起3个就是一顿嘴炮，2号不甘示弱抱背3个又锤掉3个，再加上不知道为什么从旁边飘过的残骸，此时的小樱正在赶路。劳勃7号一阵狂秀削掉11个，终于结束了他最恶的一生。此时的小樱还在赶路，他躲过了5发空对地智慧式袭击。小樱看到10号沉迷触手，终于把自己也玩废了。小樱做好了最后的准备，小樱拼尽全力扔出了自己的宝贝球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去吧。球越变越大，突破了17个傀儡的阻碍，最后球进了，英哥牛逼。盘完整个过程，一共统计出有165个傀儡明显被破坏，由于破坏的傀儡不能再生，因此这就是更进一步的精确的数值，几百级超演的傀儡至少有165个。两天前我曾在动态里问过这个问题，你们猜对了吗？今天我们用2种方法统计出百级超演的数量，得到了相对比较精确的数值，岸本应该还不知道。